了不起，加个好心情。欢迎收看推理综艺节目，真的了不起。好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尤其台乐每次带来的都让大家啧啧称奇。没错，有些事迹比扯铃还扯，可是真的。OK， 好，今天又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哈这么扯，但是它是真的呢？待会看你就知道。来，第一个阶段，抢分听挑战。好，第一组下来就是蓝木老师还有金 ，OK， 两位刚才在练习的时候默契好吗？哦，相当的不好。我以为他相当好。对，本来想说，因为本来想说是一个是后卫的角色，一个是中锋的角色，是应该可以传球对啊，对啊，却没想到他是打排球的，完全接不到，而且你球一过去他就杀球，他就啪。来加油，两个字的提示，三个字回答，好，尽量快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准备好，来计时开始。两个字，战争。站在坦克车，国家美国，珍珠港，敌人完蛋，美国敌人战争，美国敌人战争，伊拉克，你看我，简单啊，唐朝，唐朝三个字，唐朝随便三个字，想不出来，唐朝美女，美女，唐朝美女啊，那个胖胖的那个，对对对。真的不在你身上，真的不在你身上，留一些问题太大，对不对？蓝木老师，他们这组的时间是2分04秒，哇，蛮久的，要放鞭炮，没有到3分钟，我们正准备放鞭炮。没有，说实在，以曝光率来讲，我们算多了啦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要2分钟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。欢迎小优。来，嘉欣，小优，强棒组合，真的拿10万的组合，真的假的？嗯。你们那么容易吵架，而且他们两个人 pose， 你看，哎，真的耶，有 pose 哎，最强组合，好，准备，继续干，两个字 ，over， 丑八怪 ，over， 对讲机，转动，摩天轮，唱歌，霓虹灯。组合刚才把蓝木老师他们骂到训毙的这一组，他们的成绩是3分01秒。我的妈呀！你们两位是怎么了？还以机智闻名？我真的没有，最近不能 catch 到他的那个线。我觉得他最近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月份是他的月份，我比较哦，哦 ，OK OK， 那还是避免点，就快回去了，对，来可以跳回去了，好吧？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小姑，说实话，小姑就抱着来打球玩一玩的心情就过关了。没有，因为我篮球在手上比较有灵感。2分、3分，这个还过不了关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来一杯，计时开始。两个字。iPhone。充电器。仿冒。哎，仿冒品。他的答案不会跟你的一样。假的。iPhone 假的仿冒。iPhone 假的仿冒。买很贵，买个电话抢的买 ，iPhone 就电话了，不是吗？慢，老板，广岛，广岛，三个字，末位，投放，广岛投放，假娃娃，武器，广岛投放武器，核能，爆炸，原子弹，对，被杀手。大杀手，作者，
背影作者。看到鬼。背影作者。背影作者。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朱自清。对啊。我知道好不好？故意的。你不知道我再来。很抠，生气了，很抠，很抠了他，很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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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字，抠，不是，不是很抠，是抠门，抠门，抠门，三个字，抠门，这个很简单吗？形容，很抠，形容抠门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小气鬼，对，来来来，时间到，三题了，果然不负众望，好不好？好厉害！来告诉大家的时间，1分12秒，来恭喜两位获得2分。好，接下来看看在下一个回合谁比较厉害喽？大说谎家。好，那要再一次恭喜小夫还有娜娜获得这个上一个阶段的2分，恭喜！麻烦其他两组记得加油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我觉得尤其是第二组的，有点开玩笑了，不开玩笑。刚才是开玩笑，你拿我们大家开玩笑，玩笑太大。我怕你这一集都会一直在开玩笑，真的。OK。好，接下来凯乐在这个阶段要带来哪一些奇人异事呢？来，凯乐，第一位是欢迎他的信息是个人专属陪你健身的运动证明。哦，好，来，香香告诉大家，这算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工作。嗯，那当初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发想？怎么接到第一份工作？因为我本身是平常是做外拍 model 这样，然后会有一些摄影师就是会找你啊，要出去看电影啊，或是吃饭这样子。那我这种都会用，就是很忙什么推脱掉。那之前就有一个摄影师就说，哎，我想去健身，你要不要？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这样子？那酬劳的话就是一样，钟点跟外拍一样，钟点计费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又可以健身，然后又可以赚钱，然后还蛮不错，我就答应了这样。OK。听说有一次有个客户跟你一起去健身，不到半个钟头送医院，是怎么样？那是怎么样？其实那还蛮好笑，因为他就是他其实本身看起来就是不想，就是不会去健身，弱不禁风型的。对，弱不禁风型的。然后他其实知道我喜欢比较 man 型，所以他就是要展现给我看。然后其实一般人基本上都是刚开始都是举15公斤的哑铃，然后他那一次一去就举25公斤，然后那时候他一举起来，然后手就扭到，然后才撞到头。然后那时候我问他有没有事啊，他说没事，就是那个教练就是要求他一定要去医院，然后他才心不甘情不愿要我陪他去。自不量力。OK。很简单的一个体脂肪多少？我的体脂肪，超还蛮高的，这样好吗？23，23还可以，23、24。凯乐呢？你怎么了？我只想去做一个比较嘛，然后了解一下教练的一般人的身材啊，涉及到我们当事人的个人隐私，我们要求保护我们个人隐私。他刚刚嘴巴有点抽筋，而且我们觉得有被伤害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内心的不太舒服。对，你们看不出来有30吗？没有。OK， 只能问一句。来，我个人是真心的想要了解，凯乐你的体脂肪是？讲一下嘛，难道你可以讲，为什么你不能讲？对啊，我就不能讲呗。可以，我刚刚讲不准，娜娜会发飙哦，凯乐也会发飙的哦。好啦，其实啊，他是还蛮有运动正妹的样子，然后这个体态是有的，很健康。只是说个人专属陪你健身，听起来怪怪的。我必须冒昧的问你，你是做纯的还是做黑的？纯健身呢，还是一定有隐情？健身房都是公共场合啦，对呀，所以就是都是约在健身房。好，那不排除说，哎，一健身看对眼了，就私下约去看电影这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其他的？结束就是直接那个，通常我们不会私交，就是不会再结束就是直接怎么样？结束就离开，就离开了。结束就洗澡。结束就离开了。你要健身完结束后就是洗澡啊？不要加各自啊！对，没错。好，所有的资讯提供完毕，现场三组来宾想清楚，香香是不是有个人专属陪你健身的准备？来，请选择。真的假的？有把握3分，没把握1分。看你有把握，我就给你。好，凯乐，现场三组的分数是第一组压的是假的2分，第二组压假的1分，第三组压假的2分。好。香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陪专属陪你运动的健康证妹，不可能这么漂亮陪人家。正确的答案是，
哎，究竟陪健身的运动辣妹是真还是假？那他们陪健身还有哪些特殊服务呢？广告后揭晓。台湾首位吹进国家音乐厅的纯音乐家。我们翻成口语是不是就是类似吹口哨这样？是，就是口哨。Okay, 我问你一个相当专业，一定跟吹口哨有关的。为什么农历七月不能吹口哨？那他们到底是怎么？你那要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没有看出一个重点，他一定是哈韩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项链是主君的太阳的项链，一模一样。